会临时间大皇宫的格列科特展。这次特展是由巴黎大皇宫携手卢浮宫博物馆、芝加哥艺术学院举办的。埃尔·格列科是谁呢？他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，早期接受拜占庭传统艺术教育，后来在威尼斯、罗马求学，直到1577年赴西班牙之后，格列科的艺术风格才产生了重大变化。他开始将提香的色彩、丁托列托的大胆和米开朗基罗的力量感融入了画作，树立了传统与变化相融合的独特风格，成为西班牙画派的先驱人物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欧洲先锋派艺术家重新发现了格列科作品中迸发的艺术魅力，使得他的名字以及作品在现代艺术的海洋中重现光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次展览也是法国有史以来第一场关于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大型展览。下一集我们专门来欣赏在展览上展出的格列科的代表作《圣母升天》。会临时间，法国巴黎。